顶都掉了，掉到跳柳上。跳柳上抓一个老年士绅。看他们，行吗？掉。你还真的是，我操！贾斌能不闹？咱俩真没闹，这肌肉多刺，没希望了，其实。不卡地不暴力。肌肉很一般，但能打。就因为没有那什么，没有三，就这个，就这个换成那个，就肯定赢了。肯定赢。有什么起手？七张就肯定赢的。就稳定，我这换成那个。四个热黑的，对啊，那赢不了。小镇有劲，有劲里。练一练。你这村民有脸？还得上山，还得上山。是啊，我没抓着村民幽灵，所以说我觉得我所以说起手不太好。最上面村民幽灵，我背牌我忘了怎么换了，都乱了，因为我就需要上东西特别多，我不知道替什么，然后没打过这牌。刚才你打我上什么？陈俊没告诉我，打你也胡逼上，我都没看出来有变化。没事，他后手不会手牌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肯定会俩我操，又玩断了。对他每回掉的肉手疼，就还是那什么或者东西不着调，是吧？你老掉，又没让你上海人，那你再出人，我就快保不住了。哦。咱监工还不出了呀？嗯。这为什么没有刺猬幽灵？骨头人行。打中了，我都知道他去打就是田炫，你了可是他应该是在两多多之前就有了。嗯，打不打吗？这场怎么拼？于川，哎，我跟你一见一面，你干嘛？你能不念得出来？撞死背了啊！我们都听见了。好整傻。又下了。没有回背是吧？没有，现在就都不扔了。然后这么着吧，我加六点血。